今天带什么跳舞唱歌？唱跳歌手。真的。很好啊，你准备啊。三二一 ，We wish。好笑吗？没有，我不变很多。是有遇到什么事情吗？对对对。啾啾啾啾啾！你要不要是头发现在长出来了？我笑你。笑得出来了。他现在头发在被剪，还会哭哭吗？不会。他学校好不好玩？不好玩，我一个朋友都没有。来看看好久不见的双胞胎啦！今天要去他们就读的醒吾大学，哪个地方离你最近？当然是林口，因为林口离你最近。YouTube 团体板谷男孩的双胞胎成员萱姐陈妹，2022年在九妹的招牌节目就是要对决中体验奢华剪发，当时妹妹剪完后疑似不满新发型，摆臭脸甚至还哭，引发争议。近日孙生到萱姐陈妹就读的醒吾科技大学。看到好久不见的双胞胎姐妹，忍不住问头发在被剪短会哭吗？姐妹俩也回应了。因为你们太瘦了。但我食量很大。没有。有啦。啊，有手机了。今天带什么跳舞唱歌？唱跳歌手。真的。很好啊，你准备啊？有人帮我打节拍。我打节拍。你哎。啊。六三二一 ，We wish。好笑吗？没有，我不。变很多。是有遇到什么事情吗？对对对。啾啾啾啾啾！你要不要是头发现在长出来了？我笑你。笑得出来了。他现在头发在被剪，还会哭哭吗？不会。他学校好不好玩？不好玩，我一个朋友都没有。我要声友。你什么系？我叫蔡爱成，我是光光系。光光光啊！脱光光，脱光光，光光背对我们，衣服脱光光。什么了？哎，我的水壶很可爱，这是双影杯。快点投票，谁的比较可爱？我是车车哎。我在比铅笔盒，这个地上吗？快点特选特选，特选！你们里面真有装东西吗？有啊！你们现在是在带货卖水壶是？水管有毛，完蛋了！这代表说男生不贴心。对，就是知道你坏坏。都是我的毛，这代表说男生不贴心。新媒体课好难的，那怎么想读新媒体？因为我觉得新媒体不管以后想要怎么前过后都可以，都想学看看。对。那你干嘛去观光系？就跟我朋友一起啊。哎，那你不是没有朋友？对，高中同学就一个而已。但他交到朋友了，所以他不要你了。那你们要听我讲，中山来学校我都素颜，我同学就说你让我们邋遢嘛。对啊，我不会化妆，我不需要化妆。但我今天素，不要再懂了。我讨厌化妆。你看你20分。哇，冷场！我想说他们两个人呢，两个小鹦鹉，他们自己聊。你看你们剪剪头发，哭哭小事嘛。大家都很棒，都长大了，变帅了，变漂亮了。够没看过他吗？对，够没。没有，我有看过你。进阶巨人。我没有跟我长很久，我一点都不像。我就没有怎么样啊。我头发，我头发。学校有没有正面或帅哥啊？有啊，很多啊。我们学校有男团、女团。有比你漂亮的吗？有，我是表演艺术系。我们今天重点就是表演艺术系。上课好玩吗？很累，因为你都要排练，不是吗？对啊，都要排到半夜。夜练有这个文化。夜练？夜练？夜练？学校有交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你都不喜欢？我的眼光比较不一样，可能喜欢像北哥那种的吧。真的吗？没有。当然好啊，马上介绍哦。那今天你就带着我找一些正面帅哥。女团吗？对，他们是女团的两位。那你们大几？大三。专长是跳舞，都跳什么？跳 K-pop。我叫 Jenny。样样。为什么这么多女团呢？到底有几团呢？两个，样样跟 Jenny。我们团长是现在大四，然后我们就是看到他们表演，然后我们觉得超辣的。谁是评审？老师吗？所有团员学姐，那请问会有学长学姐制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大家都一家亲。对，我们都很好。那我想看你们表演，干跳吗？对啊，你就嘴巴自己配音。好好的这份情，好好珍惜。干干干干干。看到没有，参加醒吾的男团女团就可以在学餐表演。我之前他们团甄选三年没有上，真假的？我不敢在这种大庭广众下跳。为什么表演就表演啊？一表演就一秒进状态嘛。嗯，不错哦。哎，表情弄得很好，因为你访谈的时候感觉比较呆萌呆萌，可他跳舞的时候表情会放电哦。小李的朋友啊，漂亮吧？怎么称呼啊？我叫 Daisy。我叫思思。思思有两种啊，重点是小李变太瘦了吧？多请我吃饭，我就可以吃多一点。雷根，多请他吃饭。雷根自尊难保，我们都需要你请。对，大几啊？大三。什么系啊？我们是
表演艺术系。你们是女团吗？我是。那成为学校女团男团可以干嘛？比较多表演。在哪里表演？学餐。学校或者是外面。啊，上课觉得好玩吗？都在表演，所以真的有可能会要你演愤怒的椅子这种。有可能。我以前滑杆都演一些啊，或者是你要在全班面前讲出你不堪的事情，老师想看你的情绪。这看点吧。想想玉米浓汤，想想 key point 关键词，想想醒吾为什么这么冷。快了快了，难不难家呀？不要攻击我女儿啊！我求求你了。是啊，小胖的朋友，怎么认识的？同校。IG 乱搭讪啊？抓到了。IG 叫 IG 同校，什么系的？应用英文。可以被 A 到力吗？是谁不会？来来来来，他有可能不会哦。来来来，A B C 嘛。B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S T U V W S O N， 没错啊，他学了18年哦。屁呀，你太夸张。学校交男朋友吗？没有。那小胖这一型呢？胖苹果下巴。屁股下巴。是啊。那我有下巴屁股，就是我的屁股长得像下巴。那我再拖一下。所以你也是女团的吗？对，然后是醒吾护 X 的，对，他就是杨洋。然后这位是我漂亮的同学，我是男团。等一下，你是 Big Girl 吗？我是 Duck。来一段，来一段。这是原子少年的没错吗？我最近有去太阳。专长什么？物美吗？觉得自己颜值在学校 PR 多少？60、59，59可以啊，很有自信啊。那差多少？我觉得你要有信心。我89，满分应该是1000。开玩笑的啦，我认真的。很呛哦，今天怎么样？今天好玩，好想大家哦。我们也很开心啊，就很感动，因为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说表演就表演，马上进入状态，这是很难得的。哎呀，也变活泼啦。小李也很棒啊，现在车力巨人也是欣然接受啊。那你要多来上课啊。看你时间会到。